慢慢才来。对对对，我已经不会管了。真的哦，所以他跟我说，哎，这个肉面好吃，我吃不到什么概念。可是又回归到一种，看到看到两个新闻，啊，就两个，那到底是人的问题还是公司的问题？像我们公司主管上那，这大家都会去讲，每天都要在那边加班，到底是你们的问题还是这边的？加班到这个，还有呢，这有一个临界点，当整个系统可以 hold 住，那里面有点一两个小窟窿，或者记者机不就就行了？你们的 SOP。万一是你的这个记者，这也是南阳第六城，这也是南阳地区，而不是觉得你们的意思。我觉得唯一的好处是特色，因为首先就是有关于在老板设计怎么样，至少对吧？因为我知道至少有个模子啊，是也蛮多的。相较来，我说相对来讲是，有一个是数看你们的新闻啊，就一半个小时。没有每一则新闻的落差，我觉得你们就是讲好听的是大概不用负责在判断，像我们一则新闻，那有一些小说，其实哎很好看，有些有什么好看的，就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这应该是开稿的。对啊，有些题目你不能做，或者觉得已经太偏了，一定要做一下。有吗？这个对，还是对对对，那我想啊。要富贵险中求，他很没有画面的感觉，真的。我很明显会觉得你讲话，啊，